再找好吸收又舒适的叶黄素。医师，重点是黄金比例配方。现代科技导致关键部位过度使用，长期使用电脑、手机等，除了关键部位需有适当的休息外，加强养护还是最为积极的保养之道，比方选择适合的保健食品。叶黄素 Lutein 是公认最佳关键部位保健成分，容易吸收。拥有180年历史的白兰氏致力于为消费者健康把关，制程严谨，对每一种保健产品品质都有严格要求，不惜成本打造好吸收又舒适的叶黄素定状产品，守护消费者健康。黄金三剑客，黄金比例配方，守护关键部位。虽然大家都知道叶黄素可以保护关键部位，但市面上叶黄素健康食品颇多，消费者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新光医院专科医师林友琦建议，不妨选择好吸收又舒适的产品，白兰氏黑醋栗叶黄素配方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5:1的黄金比例。白兰氏黑醋栗叶黄素中的2:1黄金三剑客就充分发挥防守功能，严密守护关键部位。叶黄素大分支化型 Xangold 与自由型 Flora Glow， 前者需在肠道中经过肢解酶分解才能吸收，后者经皂化后只剩小分子叶黄素。好吸收又舒适，白兰氏黑醋栗叶黄素中的叶黄素极为自由型 Flora Glow， 专利原料贴近天然分子结构，能直接被人体吸收，大幅提高效用。玉米黄素Zeaxanthin 与叶黄素同样是必要保养成分，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及多处医学研究中心合作发表的期刊 JAMA 建议，每人每天平均应摄取6毫克的叶黄素与玉米黄素，两者最佳黄金比例是5:1，而白兰氏黑醋栗叶黄素中的叶黄素与玉米黄素正好符合黄金比例。值得一提的是，不惜成本为消费者健康把关的白兰氏严选非洲顶级万寿菊金盏花品种之一。从种植、手工摘取到成分萃取都相当严谨，自由型叶黄素搭配天然玉米黄素，为关键部位带来双重保护与舒适力，其中的玉米黄素成分与效果都非合成玉米黄素可以比拟。同样不惜成本取得的黄金三剑客之一黑醋栗 Black Currant 来自纽西兰，为莓果之王，花青素 anthocyanidin 含量是蓝莓的 1.7 倍，抗氧化能力则是蓝莓的 2.5 倍。疏解并保护长期使用的关键部位，而且每300公斤黑醋栗仅能萃取出约1公斤花青素，足见白兰氏不惜成本维护消费者健康的决心与魄力。
白兰氏黑醋栗叶黄素黄金三剑客成分与优点。含金盏花萃取物25毫克，含游离型太叶黄素2.5毫克，金盏花萃取50毫克，含玉米黄素0.5毫克，黑醋栗萃取57.2毫克，含花青素20毫克。叶黄素、玉米黄素、黑醋栗可以缓解关键部位过度使用与紧绷，而且有加成作用，适合现代科技产品依赖及关键部位过度使用者使用。建议食用量每日2锭，多食无益。兼具营养与口感，天然果香带来唇齿小清新。值得一提的是，市面上的叶黄素保健产品剂型多为定剂或胶囊，或多或少带有药味，但白兰氏黑醋栗叶黄素因为含有黑醋栗成分，没有一般保健食品的明显药味，可以咀嚼也可以用咬的，而且好吞咽，食用后口中明显尝到果酸味，带来另类唇齿小清新，也非常适合吞咽不易的长者或病患。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教授经临床实证，连续食用黑醋栗、金盏花叶黄素与未食用对照组相比，效果相差10倍。白兰氏黑醋栗叶黄素不仅通过467项检验，还荣获 Mount Selection 世界评鉴大赏金奖，保健效果获专科医师推荐。想为关键部位的健康把关，选择获奖无数，值得信赖的保健食品才是王道。现代科技导致关键部位过度使用，长期使用电脑、手机等，除了关键部位需有适当的休息外，加强养护还是最为积极的保养之道，比方选择适合的保健食品。叶黄素 Lutein 是公认最佳关键部位保健成分，容易吸收，拥有180年历史的白兰氏致力于为消费者健康把关，制程严谨，对每一种保健产品品质都有严格要求，不惜成本打造好吸收又舒适的叶黄素定状产品，守护消费者健康。黄金三剑客，黄金比例配方，守护关键部位。虽然大家都知道叶黄素可以保护关键部位，但市面上叶黄素健康食品颇多，消费者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新光医院专科医师林友琦建议，不妨选择好吸收又舒适的产品，白兰氏黑醋栗叶黄素配方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5:1的黄金比例。白兰氏黑醋栗叶黄素中的二素一粒黄金三剑客就充分发挥防守功能，严密守护关键部位。
叶黄素大分支化型 Xangold 与自由型 Flora Glow， 前者需在肠道中经过肢解酶分解才能吸收，后者经造化后只剩小分子叶黄素，好吸收又舒适。白兰氏黑醋栗叶黄素中的叶黄素极为自由型 Flora Glow， 专利原料贴近天然分子结构，能直接被人体吸收，大幅提高效用。玉米黄素 Zeaxanthin 与叶黄素同样是必要保养成分，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及多处医学研究中心合作发表的期刊 JAMA 建议，每人每天平均应摄取6毫克的叶黄素与玉米黄素，两者最佳黄金比例是5:1，而白兰氏黑醋栗叶黄素中的叶黄素与玉米黄素正好符合黄金比例。值得一提的是，不惜成本为消费者健康把关的白兰氏严选非洲顶级万寿菊金盏花品种之一。从种植、手工摘取到成分萃取都相当严谨，自由型叶黄素搭配天然玉米黄素，为关键部位带来双重保护与舒适力。其中的玉米黄素成分与效果都非合成玉米黄素可以比拟。同样不惜成本取得的黄金三剑客之一黑醋栗 Black Currant， 来自纽西兰，为莓果之王，花青素 Anthocyanidin 含量是蓝莓的 1.7 倍，抗氧化能力则是蓝莓的 2.5 倍。疏解并保护长期使用的关键部位，而且每300公斤黑醋栗仅能萃取出约1公斤花青素，足见白兰氏不惜成本维护消费者健康的决心与魄力。白兰氏黑醋栗叶黄素黄金三剑客成分与优点。含金盏花萃取物25毫克，含游离形态叶黄素 2.5 毫克，金盏花萃取50毫克，含玉米黄素 0.5 毫克，黑醋栗萃取物 57.2 毫克，含花青素20毫克。叶黄素、玉米黄素、黑醋栗可以缓解关键部位过度使用与紧绷，而且有加成作用，适合现代科技产品依赖及关键部位过度使用者使用。建议食用量每日2锭，多食无益。兼具营养与口感，天然果香带来纯实小清新。值得一提的是，市面上的叶黄素保健产品剂型多为定剂或胶囊，或多或少带有药味，但白兰氏黑醋栗叶黄素因为含有黑醋栗成分，没有一般保健食品的明显药味，可以咀嚼也可以用咬的，而且好吞咽，食用后口中明显尝到果酸味，带来另类纯实小清新，也非常适合吞咽不易的长者或病患。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教授经临床实证，连续食用黑醋栗、金盏花叶黄素与未食用对照组相比，效果相差10倍。
白兰氏黑醋栗叶黄素不仅通过467项检验，还荣获 Mount Selection 世界评鉴大赏金奖，保健效果获专科医师推荐。想为关键部位的健康把关，选择获奖无数，值得信赖的保健食品才是王道。